侯爷，侯爷见谅，我等也是依令行事。我不会让你含冤受屈的。你们给我听好了，此案还尚未定论，若有人敢动我夫人分毫，侯爷，我等绝不敢伤害夫人。只要你在三法司会审之时将他呈上。 你决定休妻，将他逐出徐家，此事便可迎刃而解。师父，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样？都怪我，是我连累了你，是我对不住你。你要好好的活下去，把这门手艺。 传承下去，师父，你坚持住，仙灵阁不能没有你，我也不能没有你，你一定要坚持住啊！我没事。哎，师父，师父，关注腾讯电视剧微博和微信公众号，提前解锁更多剧透。